阶段我们做园林区的方案，探索我们园区的这些农村文物。那第二个阶段我们会做一个那个公仔的彩绘哈，那个公仔是属于我们那个鼎菜园的一个象征，把一只猪变成一头乳牛，这很奇怪哈。那等一下大家应用自己的想象力哈，看你怎么去做变化。那下午呢？下午我们大家用完餐之后哈，我们会到社区。到社区的每一个点跟各位做一个介绍，那我们还会再到另外一个社区，它是比较属于那种艺术村的，好，因为它有艺术家驻村，它所以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，那下午会带各位去看，然后下午的活动我们还会再拉到北港，但是可能要走一段路了，不是很长的路，就是一座桥而已。这个宋大平，他已经是县保级了，他是那个嘉义客运联马特董事长，他的路线跑得很广，嘉义南都是嘉义客运在跑。以前有没有那过年的时候啊，在庙口啊，对，就是庙口就是十八楼，有没有，还是说干妈店门口，那种这种东西，店有的一句讲就是讲多赚一多赚啊，嘿，有的啊，嘿。家不也就是健康爽，处于处于啦。啊，那个麦芽糖呢？你要吃麦芽糖爱哪吃？是爱夹物件用胶的。哇，你联想力很好。来形容嘅重要性，我讲一打两三里，跳困四五摆，六骑七八步。高骑十六练啊！伊再靠大车是做到六练，会晓骑，佮还会晓整理个练，然后学会晓做来个咯。足够差的，这一条哦，这种足够差的，条，对的一道，较早的道是迄半身道，你看安尼个白条足整齐，用餐的时阵会当当个使用安尼。以前农民时代就是用这个去抗生切啦，早期吼，因为厝顶是用稻草。但是稻草伊个后期吼，必须爱换麻烦，后尾再去换种用种皮片。最好会当预防啥物事无？预防鸟鼠，鸟鼠较袂搞到地皮嘛。我刚才是去哪里？晒皮。这里多抓鱼。没有啊，你要怎样站稳再走？可以上去还要走啊？好惊死！阿姨无啦，走，就人家没有夹到的哈。我记得有，没有，就是这样子。刚刚有事啊？刚才就是很多了，他们都是很多事啊。不会啊，安心一点。哎呦，你看，没事啊。看妈妈。好，放手，丁丁，你可以放手了啦，往前走啦。他的头脑，对呀，徐婉清比你有手。还有吗？哪个？这样啊。来一个这个龙水，那个大爱剧场。就是凤凰花开始，我来叫帕皮。我们这个壶它是一个心的形状，一个爱心的形状。